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新一期的 Vlog。今天是父亲节，太感动了。今天是父亲节，然后很不错，碰了两个人呢。今天是父亲节，你要跟爸爸说什么？OK， 爸爸跟女儿说什么？不客气啊，他刚不是说了吗？他刚有说。你现在在打招呼吗？跟大家说 hello。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当父亲的感觉？这是你人生第一个父亲节。对啊，很开心啊。就这样。对啊，很幸福啊。真的，跟脸看起来好像不是。因为我怕抓不住他，所以我很战战兢兢的。他现在很失控。妹妹，你干嘛握拳头？不要打爸爸，拜托。父亲节就是要打爸爸，不然嘞。嗨，大家好，我们现在人在哪里啊？中基南路的摄影棚外。今天我们的厨艺主播呢，准备要播沙滩排球名人赛。有记起来吗？他的奖评就是这位 ，Mr. Riley。啊 ，Miss Riley， 你好。Miss Riley，Hello， 啊，是女的， Hello. 傻眼了。啊，应该是 Coach Riley。对 ，Coach Riley， 放尊重 ，Respect。今天我们要转播的是什么比赛？没错，欧洲沙滩排球名人赛，按哪一站？没错，卢比安纳站，哦，不是斯洛维尼亚，斯洛维尼亚的首都。他刚刚跟你 report 的都 OK 吗？对不对？第一场即兴的部分稍微比较不足，所以我们即兴大概就三秒。对，跟妈妈一样只有三秒，金鱼脑。那你比信用卡还差。傻眼。爸爸暌违已久又要当奖评，会不会紧张？不会啊。我觉得我好像比较紧张，因为我等一下要顾婴儿两个小时。他现在心情很好，还是我去讲评你带他、啊，也是可以啊。反正妹妹去讲评，我们就出去玩。就真的吗？所以观众一直会听到啊啊啊的声音，这样。没有，他在妈妈妈妈妈妈。等下就要看你们的表现咯。对啊，有都蕊过啦，没有问题了。卢比安娜是不是？卢比安娜在哪里的首都？斯洛维尼亚，斯洛维尼亚 ，yes， 连爸爸都不知道，傻眼。好，那你等一下乖乖哦，不要出怪声音。妈妈也要乱录一下。我今天不是艾尔达员工，我今天是打杂的经纪人。经纪人，那个费用的部分有谈了吗？厨玉，一杯咖啡。哈，不是我请你的吗？好了，祝福你们等一下奖评一切顺利，然后早早录完，我们可以早早的回家。欢迎收看艾尔达电视为大家带来的2020欧洲沙滩排球名人赛卢比安纳站的冠军战转播。那前面转播工作是由我主播魏楚玉以及非常耐心邀请到的奖评是金伟伦教练，欢迎伟伦。主播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他的在技术上面都要非常非常成熟，然后再就是他的默契上面。在搓球。Hello， 爸爸现在在转播，只剩下我跟女婴 Riley。还好 Riley 都蛮配合的，没有乱哭乱闹。然后现在好像有一点想睡觉了，对不对啊？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来重庆棚不是工作，是来带小孩，然后是我老公要去讲评，觉得很逗趣。很久没有来这边，然后就觉得外面的那个环境都变，因为那个桥被拆掉，我整个差点认不出来。但是来这边还是有点熟悉感啊，然后就很想赶快回来转播，希望羽球比赛跟滑冰比赛都可以赶快恢复，但以后就可以看到妈妈转播了，好不好？
林主播，好久不见。插花，怎样不行是不是？有没有跟我的观众？你的观众，新鱼新主播的粉丝吗？没有，没有粉丝，就只有两个人，是粉肠。好啦，大家很想念你耶。你现在是在录影吗？对啊，就现在只是录影而已嘛。不然呢？还有什么其他功能我不知道吗？我以为你开直播，想说那我不会乱讲话。没有。Oh. 你要讲谁的坏话都可以。没有。我们现在心存善念。我怎么觉得当妈之后讲话好像尺度比较大、啊？对，尺度比较大。好啦。有空再回来主持。步你的后尘。就是爱氏族，耶！两年后。好，两年后我们再合体。真的。再见，拜拜。今天在 Riley 见面会结束之后，我们就赶回台中的家了。历经一整天的奔波，小 baby 终于可以好好休息。我们刚刚也帮他洗完澡，换好衣服，等一下就要准备休息一下了，对不对？今天有没有开心啊？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记得帮我的影片按赞，然后可以 follow 我的 channel。然后要记得按小铃铛，下次我发影片你就会知道咯。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咯。 Riley 跟大家说拜拜。